kalaban, mga bossing. 乔丹这次切入啊，就完全把防守端的中华队吸到禁区。 Grabe mga boss. At shoutout muna tayo Agrimac Philippines. Salamat sa donation, no? Ayan. 这最后的两波的失误都直接让菲律宾不管直接上了一道分数，又或者是这次 corner 命中了三分。但没关系啊，比赛还有13秒，其实中华队回来之后还有逆转的机会。所以这13.1秒绝对足够暂停回来发前场。 那这13.1秒是绝对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正就要攻进就对。对，这波是一定要拿到分数，即便站到罚球线也可以。冠军赛最后的13.2秒，哇，其实很多球迷现在都已经手机 standby 是想要记录这个历史的画面。哇，坐不住了，刘铮发球，陈英俊切入左侧杀进来，出手，哎，篮板，哦，篮底下发，7-3，7-3。 多7.6秒的时间，菲律宾对发球 ，Rivena 拿球，但绝对不能犯规哦。这边 Rivena 拔起来，哇，高博凯交给湖顶的贺丹，再找陈英俊，英俊贺丹四十五度角塞给高博凯，这个传球危险啊！哇哎呦喂啊！ 贺丹在第4节还有延长赛的几个传球，这个失误真的是比较可惜了。r e v e n a 拿回来，再给菲律宾这里的大号三分球，没有投进。中华队球权。那中华队场上是陈英俊、贺丹、高景伟、刘铮还有高博凯。陈英俊。 到底线这边杀进来，篮底下也是进攻犯规。哇！而且是哇，这场冠军赛堪称是这几年来最精彩的琼斯杯冠军战。哇，绝对是。剩下不到1分钟，接下来这球掉了 ，Rivena 发生失误。是。比赛时间最后的50秒，球交给高景伟，高景伟站在弧顶的位置。 高景伟左侧杀进来，高景伟再攻，回给这球被拨掉了，高博凯的球被抄走。哇，其实这个球很可惜啊，高景伟这个球交到了大 B 哥手上。哇，如果没被抄掉，这基本上是个追平的。那现在要怎么办？现在要压一个，看能不能抄到球。 Rivena 在中间罚球线急停跳投出手，篮板球真强，冠军当中中华队拿到，投进过一个三分球，然后打进一个2分。 全场进账了5分，3个篮板，大家是屏息以待。啊！马建豪的第一个罚球，现在落2分了。如果罚进的话，还是差1分。剩下14.4秒，压迫上来，何乔登拿到。 对，不过何乔登是射手，那他今天分数上得的很少，只有得2分。这时候延长赛关键时刻，何乔登他的罚球第一罚罚进，剩12.2秒，何乔登第二罚也罚进去。那这样的话，哎呀，那么。 中华队需要一颗3分球，那就看这一次暂停回来，胡杰教练的这个战术啊，是设计给谁做这一次3分的出手。冠军赛延长赛最后的12.2秒，中华队发边线球，由高景伟来发球，他的远端啊，这个球被对方直接抄走，直接被抄走，这个发球被那是要断送。 今年的琼斯杯了，我现在看，哎，还不一定，还有机会，还有第二个罚球，第二个罚球罚进去了，哇，罚进去了，哦，但因为中华队现在也没有暂停可以叫了，哇，外线没有办法投进，哇，这场比赛最终在延长赛 OT 是由菲律宾队也拿下了胜利，同时菲律宾队也拿下了。 Ayan, panalo po ang bossing SGA, strong group. Ayan, congrats po.
sa Strong Group Team Pilipinas, no? Maraming salamat po sa mga nanood sa atin. Huwag niyo kalimutan